索想要的拾荒收获烂铁丝，取下一节进行打磨，一步步敲弯，得到鱼竿找来一根树枝，取下树皮制作鱼线，削一个卡槽，竹筒上打个洞制作出发机关，绑上鱼钩去钓鱼。刚有鱼咬饵的时候就把卡槽这个机关，等待鱼儿放过，向海面地上画一个圆形。一顿不吃了，浑身难受。